Hello， 大家好，是的，没有错。今天突破自我，挑战极限，踏出舒适圈。是的，没有错。今天想来尝试拍一点像是 vlog 的东西，但是我想叫它外食记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旅行最重要的就是食物，食物好不好吃是最重要的。只要那里的食物好吃，就代表那里是个好地方。那我今天要去吃的叫做山西拌面，据说蒋经国总统以前也是很爱吃的，那他就是有点像平价美食吧。那我打算点一个拌面，还有一个麦芽鸡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，来尝试拍一点移动的画面。Nice。高，荣荣园，肯德福 ，OK， 我们还没到，我们现在在京城车站嘛，因为真的太远了，所以我得搭公车，反正公车不用钱，来等公车来拍一下说食吧。车来了，上车啦。早上的公车都是阿公阿嬷，还是车太多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我现在已经到沙美了，那现在才9点多，对，我就慢慢来，边走边拍。Nice。A B C 美国炸鸡看起来挺猛的，改天来拍个。OK， 我现在要步行前往那个山西拌面，应该是没有走错。OK。我现在行走在这个金门的路上，四周就是这样的清幽，前面还有一台广播车，后面也来一台车，我们就是慢慢走了，反正11点才开，希望手机的电不要到了就没了，就尴尬了。Nice，OK，快到了，现在到这个东方药师西佛净土公园来看一下。Nice。OK， 说实在的。我其实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走错，但是这里真的是有点点荒凉。哎呦，我的背面是高粱田，金门高粱。我今天要去吃的这家，感觉真的是有点偏僻。我站在大马路上这样拍啊，也是没什么安全问题。我给你继续找吧。高粱，到处都是高粱，金门高粱就是多。OK， 继续走，一样是高粱，到处都是高粱。现在位于的地方非常的清幽，我还是不太相信。待会我可以找到我要吃的那家店，随缘呐，随缘呐，找不到我就回去了。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今天第一次拍类似 vlog 外食记呢，我要到这么远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还是一个我没有来过的地方，来找一个挺不错的美食啦。但我觉得第一次就是要有一点大幅度的迈进嘛，这样你才能跨得比较扎实，比较远，跨出你的舒适圈，对吧？挑战一些没有做过的事，第一次挑战好不好，就是要来一点比较有强度的东西，那之后的挑战对你来说都会相较之下比较 easy 吧。不过今天气温33度，真的是热到爆。 Nice。 OK， 我们快到了，我身后有一只牛，金门到处都有这种牛。嗨，你什么反应？呆掉了。 BAM，牛屎。 Nice， 山西，我们快到了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这里真的是很清幽，我已经有快30分钟没有看到活人了，只有牛，还有牛粪。 Nice， 文明，看到文明了。 Nice， 牛哥，牛哥，还一直在遛牛，酷。公车站，希望你们可以搭公车回去。是的，各位，我们终于到了，看得清楚了。长荣山西拌面，今天这样跋山涉水就是来吃这一家。那好像没开店吧，11点才开，在外面纳凉一下吧。没事。OK， 还有30分钟，本来想找个 seven 休息一下，但是多想了。刚才到处晃了一下，真的是很清幽，方圆百里感觉就只有山西拌面。就是 seven， 一家杂货店也没有。Damn， 刚才想来洗手，结果竟然是这种传统的。
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已经到店里了。我是目前的唯一，还蛮凉的。老板开冷气，只是有点暗，所以光线可能不是那么理想。那刚才已经点完菜了，一个麦芽鸡，一个山西拌面，有一杯饮料。Nice， 等上菜。OK， 山西拌面，蒋经国也爱吃的山西拌面，肉丝、高丽菜，太猛了。那个是什么？麦芽鸡。麦芽鸡，有名的吗？对对对。还有吗？还有还有。不是，我是说还有什么一定要吃吗？什么猪肉冻什么的。真的。对对。不得了。吃完啦，去外面录个 ending，nice。吃饱啦，真的是挺赞的。不过因为在公共场合吃饭，我实在还没有很习惯，就是大声的讲话录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刚才我也没有录开吃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录一下，那我就开吃了。好了，那我刚刚吃的是他们的招牌嘛，山西拌面，还有麦芽鸡，这两个都觉得不赖。不过面的口感其实没有想象的 Q 啦，就是还蛮特别的。它的底部有黄壳和包蛋，味道也是不错啦，就是很传统吧，很朴实的感觉。那麦芽鸡的话就是甜甜的、酸酸的、一点辣辣的，不错，挺好的，没有白来。Nice， 今天第一次拍类似 Vlog 吧，那也就是我的外食机，我觉得真的是挺辛苦的吧，就是看人家拍这样吃一吃，哎，好像就搞定了，其实。很多东西都是有点困难的，像是你在陌生的环境，就是不是你家嘛，你的那个相机要摆哪里，然后采光什么的都要思考一下，跟我在家里那种吃一吃抖一下摇一下那种感觉啊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是另外一种挑战啊。所以我希望这部影片的品质可以好一点啊，然后就是好不好，尽量，因为我拍的感觉其实没有说很流畅啊，确实，但我希望我能够剪辑的好一点。那吃一口系列呢，还是会继续拍的啊，因为我们那里附近还是有很多好吃的，我还没有吃呢，所以这两个系列应该会一起经营下去啦。那今天就是我们拍的第一个 EP1， 好不好？山西拌面，然后还有麦芽鸡。那我现在就等公车回去洗个澡，剪个片。那差不多这样了，拜拜 ，Nice。